92年还是94年的时候，建的。周中有弥撒吗？早上有的，7点钟的弥撒已经结束了。这种就是这种像书中的执政岩啊、狮子林啊、叫角山石头啊、廊亭啊这种，很美。我看。就是欧洲来的传教士吗？有以前都是甚至可能有意大利的传教士。好像是楷书，好像是。